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ighty， 我是姐姐 Miko 孙涵，我是妹妹 Yumi 孙瑜。流行音乐风向榜，你们的音乐听我们的，记得关注流行音乐风向榜，每周五为你接榜。今年呢，我们推出了自己的原创新歌，叫做《异地恋人》。这首歌储备了两年的时间，然后很开心能够在今年呢与大家见面，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你没有真的见面，就是在音乐上见面。对，线上见面。然后像说就是听了这首歌能够跟你们的爱人或朋友或家人能够早点相聚，